Disclaimer, not a long gun. Sean gun in the waist. Hey, that girl is really beautiful. Don't divert your attention. No unusual. No ambush.完成的不错。 这次赶上这档子事儿，我们可都累坏了。同志们，调整是不可能的，因为又有了新的任务。现在大家抓紧时间准备一下，马上出发。这么快就走啊？情况你不都是已经知道了吗？这个新的任务很特殊，时间也很紧迫。两个内容：一，总部决定。 把你们调往武警东南特战基地，从猎豹突击队进行合并，成立新的国家反恐突击队。至于猎豹突击队，我想你们都已经很熟悉了，我就不再多说了。首长，合并部队我们没有发言权，可是凭什么叫猎豹突击队啊？不能叫女娲突击队吗？只要你们做的比他们强，我没意见啊。叫什么只是个名称而已，你们可以全力去争取嘛。第二。 马上要有新的行动，夏冬同志只是这次行动的参与者。至于行动的内容，出发之后，你们很快就会清楚。你当然还有事瞒着我？
我看完了，什么时候出发？人家基地的参谋长已经亲自来接你们了，不好让人等得太久，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准备，随时准备出发。 这也太着急了吧！这行了行了，大家都赶紧收拾东西吧，全体动员，向左转，起步走。大家认识一下，这位就是东南基地的杨思亮参谋长。 这是传说中的夏冬。杨参谋长好。虽然没见过，但你的手段我已经见识过了。上次帮上忙了吧？帮上了，那小子的处分已经坐实了。哎，这都什么什么呀？我怎么什么都听不懂啊？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不该问的别问。人，我就都交给你了。谢谢首长的支持，我的队伍又壮大了。 你可别给我喝迷魂汤了，你那点小心思我懂，眼看着自己带大的队伍，这一眨眼就变成你的人了，舍不得。<笑>咱不是没首长的水平吗？真的动点小心思，挖首长的墙角了。<笑>大家听着，杨参谋长今后就是你们的直接领导了，都明白吗？明白。欢迎各位，这次就拜托大家了。 是青州支队的一个下属单位，很安全。你们现在这扎下来，这里离青州监狱很近，一条马路过去转个弯就到，不到两公里。参谋长，咱们下面有什么任务，透个底儿呗。你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先休息，储备好体能，做好随时出动的准备。参谋长，赶快给我们安排点任务吧，我们大家都迫不及待想跟猎豹过过招呢。好胜好道，我喜欢。 跟猎豹一样，什么对猎豹一样？我们可比猎豹强，你等着瞧吧。<笑>目前真没任务啊。目前的确没有任务，明天可能会有个小情况。你们谁要是闲着里闷得慌，明天可以跟着一起去热热身，就当先踩踩点，熟悉熟悉情况。那我明天一定要去了。先去看看你们宿舍，走。全体加油，向左转，起步走。